真的是学到很多，包括导演的套给我套的招啊，然后给我的创作空间啊，以及跟大哥学到的这个为了这个事业而拼命啊，然后觉得就是下一次还有信心可以拍下一次更好的动作片。我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学习以外的时间基本上全都在跟公广，手一直拿着公广。演一个射箭的将士，我觉得还是能演好，还是要多专注生活吧，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元素其实是可以被吸收以及借鉴的。然后我其实也就是对于角色的这个背景啊，然后再多打多琢磨琢磨。